是说拒绝他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选择是不躲开，或许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灵会死掉，maybe，或许，那我们一样用同样的方法，然后把它喂，逃跑是不行的哦，不闪躲，老娘不发挥，你真当我是病猫啊？什么叫待在你身边饿半死哦？谁要跟你这种混账少年图睡啊？少不开心不起了啦！给我听好，别再这种干这种白目的事！哇，青太阳，喂，青太阳，糟糕，他晕过去了，果然这家伙是不良少女啊！好、哦，青太阳，好痛，我的肚子好痛，到底痛死人了！你干嘛啊，臭猴子？少啰嗦，这句话应该是我要说的啊！你这个混账，他还袭击我，你这个变态！哈，谁他妈不长眼睛去袭击你这猴子啊？你是自我意识过剩吗？怎样？你以为我在说谎吗？不，先等一下。我的头的确还持续的在痛，什么都思考不了。等我有意识的时候，斧头。对了，我拿着斧头，然后对你，你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吗？在追我的时候还有意识？啊，是有意识的。自己无法阻止自己的行为，身体自己就动了。是人鱼，是因为人鱼的诅咒才会变得奇怪的。熊太也是，还有你也是。又在说这种蠢话了吗？诅咒什么的，怎么可能会发生？好，你说诅咒怎么会可能会发生，是吗？那意思是说你是认真的袭击我喽，也很认真的抱住我喽，过来我这边也是认真说的，那是说什么好恐怖哦，陪在我的身边，小玲玲也全部都是很认真的在说的吗？也就是说你对我，别说，对。那是诅咒，金太阳，你不需要再装了啦。我怎么可能会对你这个女猴子发起呢？要不是诅咒的话，怎么这样就释怀了？让我一肚子火。我不是很相信诅咒这东西。不过油箱和熊太所发生的事，难道说诅咒真的存在也说不定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是诅咒害的，不做什么的话，我们一辈子都出不去的哦。说做些什么？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没，所以我想找线索，然后过来这边探索，不是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也会帮忙的。我来调查人鱼传说的事好了，因为连传说都有，也许会留下文献。我在书房调查关于传说的事，你就在房子和沼泽周围探索看看，有什么不懂的话就来问我。明白了。天哪，我的青太阳可以不用死，我可以拿起来吗？这危险的东西可以不要放在这里吗？然后现在的我又要干什么？我已经忘记我自己要干嘛哦。我一开始被人家。不紧张，好，算了，我们去把那个衣柜拿开。我们现在不知道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结局。上个结局真的是太令人心酸了。独自一个人发疯，然后青太阳死掉，油箱也死掉，然后那个老爷爷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已经得到钥匙了，是不是？锅炉室的钥匙。哦，红色的按钮也拿到了。
魔术的地图。或许我们可以去问。算了，我们先把那个钥匙打开好了。这一次不要再忘记锅炉室了，没有错。我们忘记拿的就是这个引擎的钥匙。我们现在应该还没有触发到开船的进度吧？没有。我们去问那个那家伙，那家伙塞后面，你刚在书房对不对？唉 ，OK， 干嘛？关于人鱼角，那青太郎，关于人鱼的传说你怎么想？有知道些什么事情了吗？干嘛突然这么问？没有啦，我想你只是头脑很好，说不定会知道什么事。你呀、啊，说到底还是让人很火大。关于人鱼的传说啊，我觉得是很奇怪的故事。山中这种山中居然会有人鱼，而且有很多的疑点。疑点，这种传说不外乎就是要吸引人群，或者是驱散人群而产生的。举例来说，来到这个湖的情侣都是永结连理，或者这条河川因为有河童出没不能靠近之类的。前者为了吸引人们，或者是驱散人们。但像这种人鱼传说这样的事，很明显就是要驱散人群，因为故事里作祟什么的让人不安的说法。那又怎样呢？为什么有必要驱散人群？哈？这种人们不想靠近的深山里面，虽然有村落，但是人手少得可怜。为什么要需要特地来驱赶人们呢？叫大家不要再沼泽游泳，所以那样制定的。即使那样有必要塑造男子抓走人鱼，恨得让人鱼来作祟之类的故事吗？用河童来写传说不是就很足够了？还有一个疑点，是什么？被抓到这里而死去的人鱼的诅咒，让附近村里的女孩子都消失了。这是传说中作祟的内容。但是，为什么是女孩子消失了？人鱼恨的对象应该是这里的一族土田，尤其是土田家的男人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无关的村女会被作祟，然后消失呢？的确，人鱼传说很明显的就是人为的创作。创作出这种充满违和感的传说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很在意这点。可是的确你快发疯啦、啊、关于地图。那青太阳，你有带什么指南针之类的吗？啊，又干嘛呢？我找到这张僵僵的地图，我去不了标着红色记号的地方，因为我不知道方位在哪里。啊，原来如此，这个借你。获得了青太阳的手表，到最后，手表这样怎么用？手表的水平摆放，短针指向了太阳，数据盘的十二和短针的中间刚好是南方的方位哦。哎，是这样吗？谢啦。还有很多事，关于锅炉室。那个啊，我刚刚有进去锅炉室，看到有个像发电机一样的东西。发电机？为什么锅炉室会有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除了煮水器以外的还有乱七八糟的管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啊，管线啊，总觉得很在意。我待会儿也过去看看。还有一个东西是关于按钮，这是放在水缸里的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嗯，塑胶按钮吧，是什么机器吧？对了，这栋房子前面有艘船，说不定是它的启动按钮呢。诶，是这样的吗？应该是吧，我刚刚去看的时候确实少了一个按钮。哇哦，青太阳君你真是能干啊，连这种细微的东西你都注意到了是不是？果然相对而言我们家的林就是一个笨蛋。不过刚才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好，我们这时候要用地图。哼，这个方向有太阳，让短针对准的太阳，然后数字十二和短针的中间就是南方。嗯，那么旧馆的方位就是南方。
这个地图上有记号的位置就是东方。话说回来，沼泽的对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如果要绕过沼泽的话，是非常花时间的。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天啊，这边的配音座虽然内容是一样的，不过已经稍微的心态已经不太一样了，就是因为青太阳没有死掉。墙上红色的按钮，然后我们有。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去啊？当引擎发动之后，就能出发到沼泽对面了。哦，零，青太阳，干嘛？你要去地图上的地方对吧？我也要去。要是你擅自跳下去游泳的话，我会很困扰的。吵死了，秃子！可惜木木有种情愫了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，这一对，真是受不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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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看来又是自己挖的格子，好像可以拿起来，可以看见下面有什么吗？好像有个阶神梯，要下去看看吗？下去啊，这才是解决真相的唯一的办法。喂，林，我跟你的油灯在哪？啊，之前就坏掉了。给我去死！至少还有打火机，对不对？唉。你拿着那个跟我走，知道吗？青太阳有油灯，然后我要拿着打火机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天啊，这只有种被保护的感觉。怎么了？好冷，突然变冷起来，身体好冷。哇哦！披上这个，走吧。啊，谢啦。好 man 哦，青太郎，爱你哟。门看起来好像没锁，进去哦。青太郎，好男人哟。这次不是自己一个人看见，应该不会这么崩溃吧？不对，不是怪物，只是……原来如此，那个人鱼的传说。那么这是……青太郎，他们全是人鱼吗？是没错，不对，看起来的确像是人鱼，但是……给我说清楚啊！他们是人鱼还是不是人鱼？啊，是人鱼，跟那个传说中的人鱼如出一辙，不会有错的，是吗？哇哦！敲碎，喂，林，在干嘛？放开我，青太阳！我要把他们都打烂！住手！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，不是吗？我也知道这样是没有意义的，可是我就不能原谅他们。他们杀了油箱和熊太，都是因为他们，油箱和熊太才会死的，都是他们，就是他们杀的，还来，把油箱和熊太给还来，还给我。那家伙这一次没有出现了吗？那老伯上次很理所当然就把我锁住，然后这一次发生了什么事了？
我在森林里。然后有哭声，依旧是灵的哭声吗？还是我们回来了？知道了真相。啊啊嘞！可恶，又来了！不管怎么走，都会回到这里。该死！再试一次。放弃吧，青太郎，没有意义。反正我们无法离开这里。我们还不清楚，不是吗？再多走几次，就能慢慢的掌握地理环境。而且那个老爷爷可能会回来。没用的，你说过的不是吗？没有地图是不可能走出去的。已经走了三天，还是哪里都出不了。我们被关起来了，被那些人鱼们。这是一个青太阳跟林在这里就此生活的 end 吗？好像感觉也不错哦。奥菲利亚。啊？奥菲利亚的画真的好漂亮啊，在水中死去真的好漂亮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画它。会痛苦吗？像那样死在水中？唉，谁知道呢？死的话，说不定很好呢。在水中不会痛苦，以美丽的姿态。唉，说的对，我也想以那种方式死去。不会就这样殉情了吧？你们两个振作点！喂，这是放弃希望的两个人，然后投沼泽的故事，还不是投井哦？钟永远在深处。那我上次那两个结局是发生了什么啥？阿菊好像没有拿到最后这两个，诶？诶？诶？还是阿菊按掉了之类的？诶？唉。